从那个冥顽不灵的老顽固，等收拾完苍玄。这清远将军周永贵领兵三万，翌日出发前往潞城，一切皆听从涂山璟的部署与调遣。枪炫心中或有对他的亏欠，不如说是有对贵妃的亏欠。三万，北苑赤与谭陈帆对望了一眼，甚是惊讶。他们已做好了准备。 如果王上不准允援兵，或援兵不足，他们已各自筹备了二千人马，准备到时一起增援路程。而枪炫的反应让他们始料未及，这次他不仅没有任何阻挠，反而一次增兵了三万。难道是小言传大人的话触动了他？虽然由周永贵那草包领兵，未免让人有些遗憾，但景最需要的是人马，无论是谁。 只要能带援兵前去，自然就是好的。北苑吃一颗紧绷的心，终于放落下来，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。出了王庭大殿，周永贵高兴的手舞足蹈，立刻差人将这好消息送入后宫，告知了他的妹妹宣贵妃。没料到未及四时，娘娘就让人传话，让其立刻入宫与紫金顶山下的御花园相见一面。周永贵大感意外。 不知他妹妹为何这么着急要见他？难道是因为他独揽了这份美差，娘娘要亲自恭贺并叮嘱于他？意外归意外，周永贵还是立马乐颠颠的去了。刚到紫金顶山下的御园，就有一个宫婢候在了园外，看起来娘娘似乎早就已经到了。宫婢见他下了轿，便施了一礼，带着他走进了御园。 穿过垂花门廊，走过一排修建在碧池之上的九曲回廊，沿着一条铺着暗彩青石的甬道，转过一笼幽黄掩映的假山岩石，远远的，周永贵看见湖边的垂花亭里坐着一个衣饰雍容华贵的女子。娘娘，周永贵在亭外停下脚步，恭恭敬敬地跪地行了磕头之礼。你平身吧。宣贵妃看着他哥哥，懒懒地说道。 周永贵起的身来，抬头瞅了瞅他的妹妹，不由愣了一下。他原以为自己妹妹得着圣宠，应该是一副得意且滋润的模样，而今看去，她原本丰腴的脸颊竟略略有些憔悴，眼角透着些许倦怠与寂寞，整个人也清瘦了许多。宣贵妃使了使眼色，冬儿便并退了左右，走出了亭子。宣贵妃回头看了周永贵一眼。 示意他进得庭去。仅围攻路城，王一直不肯援兵，你可知为何一下就允了你带三万大兵前去？周永贵呆了一下，这个他倒确实没有想过，挠了挠头，便道：“听说朝中许多大臣联名递了请求增援的折子，今日小言传大人还让人抬着进了朝堂，或许是王上迫于压力吧。”宣贵妃嘴角一勾。 冷瞥了他哥哥一眼，道：“那又为何单单让你领兵而去？还不是因为娘娘得的圣宠与尊荣。”周永贵立马恭维起来：“尊荣。”宣贵妃冷笑一声，只怕这种尊荣哥哥享受不了多久了。周永贵原本喜悦活泛的眸子呆滞了一下，愕然地问道：“娘娘何出此言？是出了什么事吗？”宣贵妃看了看自己修长的指甲，慢悠悠地说道。 本宫当初在小月顶听了哥哥劝说，放了小月顶那贱人。如今那贱人回来了，这紫金顶可还有本宫容身之地？那王姬不是已嫁给涂山璟了吗？听说为了璟，还与王上闹得诸多不愉快。他并无异于王上，这是人人共知的事情，与娘娘何干？有意或无意，他亦身不由己。 皇上对他的执念已非他个人能够左右，除非宣贵妃突然就笑了，除非他死，不然王上的心魔将一切无解。除非得到他，周永贵吓了一跳，刚刚得了一个肥差，可他妹妹说的话与眼眸中透出的光又让他心颤了一下。这可不是在去封山鬼水的路上，这可是在张娥宫。妹妹千万不要去想那旁的，不论干什么，还是要活着要紧。 宣贵妃掩嘴大笑，笑得身子乱颤，笑毕忍着痴痴之音道：“哥哥放心，本宫定不会坏了你的荣华富贵。怎么，哥哥难道还以为我会派杀手去张娥宫刺杀他？本宫有那么蠢吗？”她说完又笑了起来，直笑的周永贵心中忐忑，蹙起了眉头。周永贵从他妹妹的笑声中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、危险的意味，不由得心烦意乱。 他很后悔来此一趟，原本一件非常称心愉悦的事，此刻却搞得他七上八下，全无心情。看见他哥哥脸上的表情，宣贵妃的脸冷了下来，揶揄道：“本宫说过不会影响你的荣华富贵。”不过他咧了咧嘴，一抹笑意越过脸上的冷凛之色。本宫借着别人的一张脸得了无上圣宠，哥哥也是借着本宫才有了荣华富贵。 如果本宫的恩宠没了，哥哥的富贵还能有吗？周永贵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双手耸搭着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，你就说你要如何吧。”宣贵妃抬了抬手，周永贵连忙凑近了身去。在张娥宫，赤怕小妖忧心，第一时间便去见了小妖，将这个消息告知了他。姐姐，王上或许不似姐姐想的那样。赤高兴地说。 昨日没成的谭大人还与赤于城中相见，大人希望与赤等今日在朝堂上执剑，务必使王上发兵。若王上依然不允，谭大人已自筹了两千府兵，愿与赤一起亲往潞城。小妖一听，感动的说不出话来，只握紧了赤的手，一边点头一边笑，眼圈兀自红了。赤的眼圈也红了。姐姐不要过于忧心，要保重自己的身体。 他心情轻松地说道：“王上这次并无半点犹疑，折子递上后就立马增兵三万。姐姐，三万人马，至少说明王上在这场围伐之战中已无一点为难姐夫的意思。”小妖垂眸，没有说话。而且姐夫送回的军报中说已有了破城之策，想来入城讨伐成功已是指日可待。小妖脸上有了明媚之色。 他牵着赤的手，沿着扫过积雪的石阶，慢慢登上了西峰。西峰已是一片皑皑雪色，那几棵巨大的红枫树，枝丫上还残留着一些冻红的叶片，倔强的不肯凋落，兀自堆着一层绒绒的白雪。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些被雪压着的火红的柿子。小妖看着西边茫茫滚动的云海，回眸对着赤瓦儿一笑道：“景一定知道我天天在这里守望他。” 他一定会很小心，也很惜命。待他回来，我们定与妹妹、妹夫把酒尽欢，不醉不归。好，赤也笑了。可是为何我的心里还是如此不安？小妖望着那些变幻莫测的云海，笑容里有着些许忧思。半生坎坷，他并不相信一切会顺畅的无缘无故。一想起枪炫看向他的眸光，那眸光里压抑的巨大的痛苦与渴望。 他就没法子畅快无忧的开心起来。领城之事与小月顶的求居，小妖已经领教了枪炫的执念与疯魔，他还是不信，他所求的圆满会来得如此简单。赤忽然转身，神情一肃，躬身行礼。小妖眼角一瞥，枪炫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了西风，他披着一件黑绒金丝大氅，副手站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，深邃的目光正直直的看着他。 小妖收回自己的目光，转身背对着，不再看他。枪炫又逆瞥了赤一眼，赤看了看小妖，便躬身告退而去。西风之上，静静的，静得似乎能听到雪片掉落的声音。他们就这么静静的站在那里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之间竟似变得无话可说。枪炫踩着积雪，吱呀吱呀的走了过来，副手站在他身边，呼就笑了。赤已告诉你了吧？ 本王已为陆城增派了三万人马，你可高兴？你怕忘了，这是你的江山，你的王庭。景的讨伐可不是在为着他自己。小妖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应该问你自己高不高兴？毕竟你是在打自己的仗，征讨的是反你王权的逆贼。”枪炫也不恼，侧脸看了看小妖那张柔美而倔强的脸庞，眼中的目光有了些些萧索与暗淡。 小妖说的也没错，这是他的大荒，他的山河。只是他当初想要他们，是为了另外一种初衷。如今一切似乎都已经失去，就只剩下这个江山。